来，这个叫做剪棉，这个叫做胶纸。那一般的话，剪棉，咱规块换是安尼。啊，咱即摆咱爱用钻石刀先来刮，刮出伊的形了啊。我们采用一种独特的剪刀，慢慢把它剪出它的样式。没有，一定要先用钻石刀把它割化了，然后再剪出它的样式。那也普通，我们要先做出它的整个形状，然后下去拎干。拎干了之后才下去烧，那个叫做素烧，使用那么精修的都市文化园区里面都修出来，它的后果都一样。你拢换哩啊？拢换。拢换啊！啊，这不能提对只豆面。没事啊，姐妹。这是恁烧的吗？对对对对。我不是有换。哎呀，其实哦，这哦，无开换，因为伊今仔所提这项算健康，因为这康很凉。哦。先生好，这个美人树之后呢，我们把它哈对应一下哈。守护神同款哈，就是跟咱咱的在地小土公小土婆同款呐哈。那所以各位贵宾如果哈要跟他拍照的话哈，可以跟他合个照哈。那这边的话哈，也非常的经典的一个图腾跟景象哈。再人再养再感谢，再走无人会不惊。这尊铁爷也伫遮，无人关心，无人行，怀念较早无分啊车哈。这些美丽的哈胶纸剪棉哈，来有车要过过先啊，你来过无？唔免咯，来啊！就是由这三位哦，国家级的大师哦，来，咱家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哦，真正哦，有够水的啦！站在左手的第三个大壁画。小妈做好一个过程，嘉义公车到嘉义口，你所行路线是完全不同。嘉义口呢，咱较早头一辈叫做林阿婆啦，拜卡行到这个江桥道哦吼，没错。来，对，我们继续往这边走。有个人讲讲是咱的幼稚园招生叫老毕，老毕路看千万唔通讲，讲叫真难算啦。我咧做事敢袂改变，啊啦吼，迄种物，地个探哦，就真难教无。新客宝宝啊，过三过来，较紧了，大姨在做了。要搁时啊，伊要讲白顶腰标的人票，边边跑上惊是少票。我话讲，出国也就是安尼。嘿，白顶遐总有遐种个，小心笨小段，小段我来讲，买笨笨的什么？车啦，这个车没得，你讲，你用寒车吃未啦？这叫石车，石车就是爱两粒，两粒啊多一条，啊多一条爱用无，嘿对，啊无嘿，较早人咧下一我爱三十二，现在变二三幺，即卖还用米啦，二三变三十二，因为咱即卖一指神功七啊，你就开始了嘛，啊。大飞机空飞桃的一个器具，那这个就是以前哈，的妇女在洗衣服的，所以这些的先穿一件黄袄衫，半身贵呢，搁找车啦，贵呢，因为呢，当然叫我想必须穿怪的，这就是人咧讲，看低哥怕进攻，看低。